有没有考虑就是出国打比赛啊？你说别的赛吗？其实休赛期还真有，肯定有啊。哦，真有，哪个赛区的？肯定有，欧美一个还有那个北美都有啊。啊，欧美现在他们就是给的薪水多吗？嗯，不差不多，就是你看薪水，看那个选手条件的话，肯定是LCK 最高 ，LCK 选手工资。嗯。第二是以前是 LPL 嘛，就是一开始肯定是 LPL 嘛，然后后来那个变成 LCK 最多，第二是北美，第三是 LPL。就顶级选手的话，能给顶级选手最高的工资，比如说一个选手 S 级的选手，每个赛区你能给他最高的工资，就 LCK 是最高，第二是北美，第三是 LPL 这样子。因为 LPL 还有什么工资猫的原因嘛，对吧？所以你开不了那么高的那个。所以现在 S 级别的选手是。北美那边开的条件还不错，还很高。欧美的话，就欧洲那边的话，就是看人吧。我觉得有些人工资还是蛮高的。以前不是很多欧洲那边的 LEC 那边的选手都是去 LCS 嘛，因为条件太差了，可能差太多，什么4-5倍这样子。现在差不了了。对，差太多了。但是现在好像 LEC 那边条件也是好起来了，好一点了。